开始啊，新的国语。昨天的话，我们是去找了那个法师了，是吧？昨天我们去找了那个法师。哎呀，我钱只有5块钱了。昨天去找法师了，哎，那我睡觉呢存了个档。那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得不停的赚钱，我钱必须得赚，我要造一个鸡舍。这个鸡舍的话呢，要很多钱，钱不够。我要不去钓鱼吧？今天有什么好的可以赚钱快一点的方法呀？干嘛叫前辈啊？不用叫前辈，想攻略海丽哈，因为你们说海丽最漂亮了，所以说是。就是那就弄海丽了，好吧，这个可以关一下。你们说海丽最好看吧，对吧？那就去泡海丽去。哎呦，我要钓鱼了，我要钓鱼了。有什么方法赚钱快一点吗？不然钱太慢了。哎，那个要卖的东西放哪里啊？放这个箱子里吗？这是垃圾箱还是？去接任务，哪里有任务可以接？社区中心吗？挖矿，哦，对，昨天你们想让我去挖矿是吧？那我去上面的矿井好了，我去上面那个矿井。现在这里有声音吗？卖钱箱子是吧？ OK， 那我去上面的那个地方。有人说你们是老手啊，这么厉害的。去看一下挖矿吧。把矿放哪里？那个把矿物放什么地方卖啊？就放那个箱子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谁的？哦，科学家好像，我记得是科学家。皮亚尔的店是哎哪里来着？我给忘记了，在这里面。呜、哦，马龙，我只想看看这个古老的矿井，它已经荒废了几十年了。下面可能还有一些不错的矿石，但这么一个漆黑的地方已经好久没人下去过了，恐怕你能在哪儿找到不仅是矿石而已。给，拿着，也许能用得上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武器，获得一个生锈的，这么吝啬的吗？小气鬼。矿物别卖是吧？ 有人说要我卖矿，有人说不要买。这是矿吗？哦，这什么地方？哎，这地方没矿可以挖呀。
我要下去吗？哦，这是什么矿？石头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也是石头，全是石头。啊嘞，都没用的吗？我为什么挖的都是石？哦哟，晶洞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以破开哦，铁匠破开这个东西，但是肯定要钱的。我觉得下面应该有怪物，我看一下。哎呦呦呦呦，果然！哎呀！还有中毒这个东西的，哈哈，这是什么？铜矿石。这么穷的吗？这个矿好像也只能挖铜矿石了吧？有铁吗？应该。这想必就是铁了。史莱姆，获得了一个史莱姆。好了，物品栏已满。这物，哎呀，物品栏已满了，就这么点东西的。哎呦我去，好吧，我只能走了。这么快就满了，这是哪儿啊？冒险者工会就证明你是冒险者哦。这边是什么地方？哎，有个任务啊，在矿井中达到5层，这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先完成一下任务啊，去5层看一下。这个算是一层吗？还是这样算一层？哎呀，这个任务完不成啊！这个，哦，左上角有数字哦，2层，我要累死了！再这样搞下去，我要累死了。那不行不行，要累了要累了，先回去吧，先回家。只能先回家了，先回家。要累了要累了。可以睡一觉了。哎，你别挡我路啊你！哎呀，回家回家回家！
吃东西恢复体力嘛，但是我身上没有吃的，那我先回到家把东西放一放，睡个觉什么的。我有浇过水吗？我好像浇过了。史莱姆有什么用吗？哎 ，OK， 哎，史莱姆能卖吗？有个方法能挣钱，什么方法？我现在需要快速的挣钱方法。史莱姆扔什么呀？嗯，不要扔，咱们去卖掉。哎，这样总可以吧？我卖掉史莱姆。睡觉吗？是，谢谢七有七送你的十个海螺。春季第八日，我是什么意思啊？春季月第八日，第九日，到底是多少天我算一日的呀 ？Hello， 你是谁 ？Hello， 克林特，嗨，早啊！我注意到你一直在凿石头、找矿石，真的很棒。如果你想尽可能多找到矿石的话，你需要一个熔炉。正巧我有个闲置的蓝图，给你收下吧。哎呦，都真是好人哎！学会如何制造熔炉，你可以用熔炉来融化金属棒，那些金属棒可以用来锻造、建造了以及升级工具。这是铁匠铺的谁吗？当你融化一定数量的铜棒时，可以考虑我给你升级一件工具，你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轻松。铜棒，好，回去了，慢慢来。新的任务开始，哇，打造个熔炉。熔炉怎么造啊？铜矿石20个，石头25个，哇，铜矿石要20个，我的天哪，任务越来越多了。我才5个铜矿石，不够啊，不够啊！1个月28天是吗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去钓鱼吧，我们今天去钓鱼吧，得赚钱，钱不赚没办法。哎，对了，问你们个问题。把鱼卖给这个鱼店好，还是卖给这个箱子，哪个钱多一点？啊，浇水，对，忘记了。把鱼卖箱子多是吧？哦，那好那好，就不卖给鱼店了。那我去卖给箱子吧，正好我家附近有那个有水。这个要钱，对啊，是要花钱买的，但是很不错啊，你可以买啊。哇，好像我拿到了一个极品的防风草。种植胡萝卜跟相似的春季，你看有一颗星星的，加能量这么多。我好像没有防风草种子了，
金星的重物要留下来是吗？干嘛用啊？金星的作物，完了存起来，这东西可以随便弄啊。留着干嘛呀？这东西留着干嘛呀？来钓鱼。精心的要展示哦，就是你培育出了非常棒的这个东西是吗？我要钓一天的鱼啊，那多无聊啊。上钩了，哎呀，哎呦喂，这个游戏呢得细细品味啊，这个游戏得细细品味，不能着急，在快节奏的社会中呢，来玩一下。啊，小嘴鲈鱼30厘米，嗯，再来一个。哇，这么快，哦，又是小嘴鲈鱼33厘米，哦哟，再来一个。鱼我能自己煮起来吃吗？好的，怎么又是这个东西？好的，哇，这污染，污染怎么这么多？你说我要是没有把这个树苗，你看，这个树苗不是没，哎，我只要没把树桩砍掉的话，它应该能长出来吧？这个树啊。不会长出来啊，不能。那我周围的树不是没有了吗？太阳鱼15厘米的，那树怎么长出来啊？那砍了不是就没了吗？树苗的话是不是要去商店买啊？是不是我要去商店买？哇，还在商店里买东西，那我还不如直接把这边给清空一下呢。我要把这边给清空一下，我还以为这些东西会自己长出来的。哎，你看我自己家附近不是也有一个矿洞吗？我觉得我这个好像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这里好像根本没东西。这个我可以当我第二个家。
我砍掉树会自己掉种子是吗？但是没掉，我砍了那么多树，一个都没掉过。对，好像是无限耐久的，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耐久度啊。来，再来钓几次鱼。哎，看看能卖多少钱。来，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哎呀，物品栏又这，怎样才能提高我的物品啊？别说又要去商店买东西吧。我是不是又要去商店买那个背包？哇，还要去买，我没钱，一分钱都没有。哎呦，1500块钱一行，我的妈呀！我必须得赚钱了。这个，啊，这样子，我们今天任务就这样子，嗯。去矿洞探索5层，好吧。去矿洞探索一下5层，然后探索完之后呢，去睡一觉，看看能卖多少钱。这些鱼弄好之后，我们就差不多了。先完成一下那个任务吧。去，哎呀，海丽，哎呀，海丽，嗯啊，亲一下就跑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哎呀，好厉害，海丽这个皮肤不错，真好亲。哎呀，哎，这走哪儿呢这？哦，这边。我泡海丽的嘛，先泡一下。先灌几个迷魂汤给凯莉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野山葵，春天生长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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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？来，先去一下第5层吧，去一下5层。这是，哎呦，哇，啊来。口，哇，这个还会变的呀！洞口在哪呢？啊来，哎呀我去，这不得浪费我体力吗？哦，在这儿，这是第2层，我感觉这不是浪费我体力吗？我还要找。哎呀，我还要找嘞！哎呀，我真的是麻烦。啊，这就很坑了，这个真的。我现在先不挖铜矿啊，我主要是先想找路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先做一下任务啊。又没体力了，我能把这个东西吃了吗？才长这么点体力。洞呢？洞呢？入口呢？入口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回家吧。哎呀，我本来是想直接找5层，找5层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先回去吧，浪费时间。
对，没体力就废了，浪费时间，回家，只能回家。天色已晚啊，天色已晚，回家。回家之后呢，看一下我们就是今天钓的鱼能赚多少钱。哎，你是谁？好像新认识吧？哦，罗宾，哦，好像认识过了。黄水晶能干嘛呀？如果你愿意把它捐给博物馆，钢色愿意跟你分享更多信息。我偏不啊。对，我有时候挑精力旺盛，明天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去完成这个任务五层。今天看一下能赚多少钱，主要是。我变成穷光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口袋里才28块钱，我要把黄水晶给卖了。啊，睡觉啊！对，我得做个火把呀，这好黑呀！啊，非常黑呀！我这个家的角落怎么这么黑？我得做个火把。这里放点，哎，这么黑，再做一个。这火把是不能挂墙上的吗？好嘞，这火把是不能挂墙上的，只能放地上。啊，睡觉。樱桃炸弹，哎，现在有这种东西了，哇，130！哇，太阳鱼是30块钱，小嘴鲈鱼两个是100块，那就是说一个是50块钱。哇，那海底钓很多东西啊。看电视嘛，就是看天气预报嘛。天气预报看一下，明天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。种子在箱子里面，是什么种子来着？什么种子？哪有种子？防风草吗？没有啊，哎，我把防腐草给卖了吧。好，那今天咱们直播就到这里吧。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吧，明天再玩。明天的话任务很明显。哇，银星哎，哇，又是一个金星的，哇，有钱了。好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